大家好，我是阿介，好久不见，我的不负责任日常，每天早上出门，这个小子依旧会跑给我追哦。今天要去吃一家朋友推荐我在万年楼下的一间排骨饭，简单粗暴，超好吃。Yo bro， Yo bro， 好奇，今天要去哪？今天要带你去西门町一家很屌的店，很好吃的啦 ，Delicious，Let's go。美食街啦，啊，这里有一次没有妹子，也没有好奇，运动一下，结果朋友的裤子就破了。我们在西门町找了一个补裤子的阿姨，很便宜，但是她把裤子给脱了。阿姨害羞，我也害羞，阿公也害羞，大家都笑了。完美的一天，我是阿健，这个是我的日常。